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神，今天我们来玩 Minecraft。我们今天四个人要一起来玩 Pokemon 宝可梦战争。Hello，Hello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鬼鬼。嗨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巧克力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闪闪。不要再问为什么路没来了，一点点困。你看闪闪也刚睡醒，为什么在流口水？猜一下，猜一下。今天呢 ，Pokemon 进行了一个算是中型的改版，它这次新增了三种新的不一样的 Pokemon。第一个是我朋友，好像、哦，就是那个卡比镜哦，卡比兽嘛，对不对？好像穿着布偶装的闪闪哦，好适合你哦，蛮适合你的，体型也很搭，完美。他需要个是百千万，他需要19万金币，贵贵的。另外一只 Pokemon 是独角虫。还是哦，这是闪闪的最爱。为什么是闪闪的最爱？他喜欢虫，他叫做 Widow King 独角虫王。你看，你看他的价格，个是百千万是吧？25万。你再看隔壁，他感觉好大只哎。超巨大。你再看隔壁梦幻的价钱，隔壁梦幻价钱是22万5千块，他比梦幻还贵哎。硬很强，我觉得阿神你可以选选看。我不要，而且我发现好像是不是比正常的独角虫多了好几阶。正常的独角虫好像没有那么长哦，应该有30公分以上，多两倍啊！30公分的独角虫，然后再来第三只 Pokemon 是 Eevee， 伊布伊布在最角落的这个地方，好可爱哦！它好奇它进化会变怎样？我在想会不会跟 Pokemon 的设定是一样的，就是进化的时候啊，它是随机进化成，就是。一种进化成对水精灵、火精灵，或者是我刚刚少讲什么雷精灵，酷的哦。对，我今天想玩玩看 Eevee， 它还蛮便宜的，它只要七万五，对，七万五还蛮便宜的。那这样子，我今天玩 Eevee， 鬼鬼玩什么？两个卡比兽可以吗？太挤了，你可以两个伊布，这样子说不定进化会不同。对哦，好像也是哎，试试看，当我的亲戚，问题。那巧克力嘞？选我们的朋友，这样感觉就很窝心，太窝心了。闪闪呢？闪闪要选，闪闪没有 YT， 哇，闪闪可以，你可以选。捡妙蛙种子啊，对，你可以选捡你闺蜜蛙种子，或者是小火龙。妙蛙种子就妙蛙。小火龙，好，妙蛙种子。小火龙，好了好了，闪闪，至少这一次你有装 skin， 上次没有。我有材质包了，看得到你们了。在开始之前呢，如果宝宝们喜欢我们一起玩 Pokemon 的话，别忘了可以留下大大的喜欢，让我知道这款游戏它现在目前还在成长中。你看到它过一阵子都会有新的改版的东西出现，所以我觉得其实是还蛮有趣的，对吧？来准备开始今天的这集 Avance 咯， Ready 3 2 1 Go！ 好酷啊！新地图新的大厅现在选颜色黄色好了，黄色，有了，那是什么？好酷啊！哦，这是跑酷吗？好大，新的跑酷地图，有跑酷，新的跑酷地图。哎，一我怎么掉？要往哪里走？这里吗？小，嘿小，嘿，哇！巧克力，哎，借过啦，太大只了。你吹破了，你吹干破了。你一个人是占30公斤而已啊！你一个人是占四格，伊布的两倍大，什么两倍？四倍吧。那在抓架？那个什么新的方块？新的方块？什么新的方块？是那个吗？自动建造的，酷亮亮的，要64个，好贵哦，买不起。我现在试试看，家里好。64个什么？64个宝贝球，小熊。然后64颗宝贝球，你这么酷方块也太好笑了吧！手会抖哦。我先来，我看看啊，这个是什么？哦，还新增了陷阱这个是绳子陷阱，然后爆炸陷阱、黏黏陷阱、影子陷阱跟晕眩陷阱。晕眩也太酷了，不知道可以做什么。中间有蓝队了，好 ，OK 的啦。卡比镜呢？不，卡比兽呢？重量攻击，话说我还没有保护家里。OK 的啦，可以啦。你一个人的分量也是两只啊？有一只啊！我逃跑了。你一个人的分量也是两只，怕什么啊？怕什么？对啊。喂，别人说风凉话，对啊。我的保护家里很重要，好不好？地球 OK， 等什么啊？家里两颗。一小，我要出门冒险了。中间，出门冒险之前来看一下我们的技能好了。他们好像很忙一样。他在你后面哦。这个是什么啊？这个是你后面。这个是魅惑，魅惑的技能。你们怎么那么刺激啊？蓝色，打他！
他想蹭我们家吗？嘿，哈比之力，嘿，小，解决解决解决，好啦。你知道我按 F 5回头看后面的人都看不到，你知道吗？我只能看到自己的肚子啊。嘿，大子，我可以看技能了没啊？我看一下，我的技能第一招是有点像是妩媚魅惑的感觉，然后第二招是什么看不懂，第三招是快速攻击，感觉好像很烂欸，妩媚感觉不错欸。这个是当我发动的时候，我攻击敌人，敌人会被我震折住欸，被我妖艳的身躯震折住，妖艳妖艳妖艳的伊布身躯，不是我刚换的技能吗？是啊，换了一把比较好的武器，出去冒险好了。我看到我的伊布好朋友，有两个人，两只一起一起先揍。哦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再来再来，干掉杰尼龟，还有小火龙，小火，我有他，漂亮，我快死了我快死了，好，你先退你先退，蓝色在我后面，家里有点危险哦，好的，好哦，地鼠，家里有点危险，为什么会有地鼠？不够长，这个你先走，不要突然停下来好吗？还有 CD 有 CD， 什么东西？哦，你是买了那个会发光的方块是不是？对，我要玩。我看一下哦，有人自己家，我们这个吧，好贵哦。再干一个，这个要怎么玩啊？这样子吗？再换一点啊。它怪怪的啊，有时候。没有啊，不要。它为什么有 CD？ 它怎么没有盖？这个有盖，有出来，它怪怪的。你后面有家伙哦。有光啊！一枪光了，嘿，解决掉。嗯，资格啊，我试试看哦，是这样子吗？我不懂，有地鼠哎。好可爱哦，他很酷，我刚割这些啦，我带了还有一些，有，23秒，这很可爱啊，好不好？他刚刚都开不出去了，外面都开出去了，这里盖个两条路，红队一直来，中间需要帮忙，我快可以用技能了，是，那我们就地鼠攻击，我的预设技能就是妖艳的扭动我的小屁屁，是吧？我先回家，我先升级好了。我要进化了，好好好，让我来进化吧。你们想看我进化成什么吧？为什么家人会这么夸张？最佳有没有？好多有点烦，我想先解决一下。说什么又哈弗？后面有蓝色，后面有蓝色。蓝色，看，家里有四个。有，我来进化喽。后面还有蓝色。呀，火恐龙，我要追他。没有人想看我进化。没有人想看。你很忙。QQ， 我自己一个人进化。他的啦！卡比在后面，这好多只！我来，我怎么是水系的？你是水系的？对啊，我是水精灵。再给你一个，哇、哦！地鼠都冲出去了，真的很好玩的，真的很可爱。哎，这边掉。一想，乱扑哎，蛇形。没有办法，这双鸟死的。现在红队跟蓝队打成一团，绿队也在，他们互揍哎，不对，蓝队灭掉了，被他们解决了。我玩了很多东西啊，有了，一小一小，大家先进化，我有点想看鬼鬼进化之后会变成什么神奇宝贝。我们先收集大师球、我有两颗，家里还够吗？少一颗，好像就一颗。好，那我们还需要一颗，我们还需要一颗。他这个地鼠盖真的很奇怪，有时候都盖不出去。你要看他心情好不好？哦，家里有四颗了，哦，再玩。好。我买个陷阱好了，买不一样的东西。陷阱的话都是要高级球。喂，该出一条路。看一下哦，陷阱的话，我在玩地鼠。晕眩不知道好不好哎，来买个晕眩好了，好不好？然后再买个影子陷阱，不知道是什么，应该是黑暗吧。直打他们家。哎，我可以放在这上面吗？哎，我是哎。太阳精灵，哇，还连二代的都有，哇塞！为什么我是这个闪蜥蜴啊？为什么我是闪蜥蜴？哈，真的好闪蜥蜴，哇，好可爱！我不想要当闪蜥蜴，我想看，哇！现在也有月精灵，为什么？这样子技能会变吗？鬼乖，这样子技能会变吗？技能有什么不同？有哎，多了一道新的技能哎！哎，有，这个是什么 Muddy Water？ 哎，不对，我也有水系的技能，我有四招哎，技能哎，太多了吧？酷哎，它的技能会变哎，它以前不会。哦，有看到，最右边还有一招。对，我在这边放了好多陷阱哦，不能够放在一起是不是？家里路上有三个陷阱，这样子别人一定会很怕。
它会发光光。哎，中间需要资源哦，红色又来了，讨厌的红色。好，嘿小，嘿，嘿小，来我们家喽，往我这里来。附近有陷阱，它就不能再放。那个哦，给你闪闪，不闪闪给你，你回去进化好不好？回家，给你进化。回去进化吧，长大之后再来找我，闪闪，你还太年轻了，看不到那个发光。有有，我有放一个在前面。嗯嗯，我也要不要来打红队？红色来了来了，有有有，卡咪卡咪，卡咪卡咪，可以直接进攻卡咪下去了。好，要不要？走吧走吧走吧，冲啊！卡咪走，卡咪卡咪走，卡咪。哎，哦，哎，坏掉了又坏掉了，又不给盖了。你可不可以盖快一点啊，卡咪少？他不给盖啊，这个东西有问题啊！不给盖不给盖，你们走下面啊！有有给盖给盖，下面。给了给了给了。在干嘛？在干嘛？我解决了，还有一只，还有一只。放个陷阱在他们家，还有陷阱。然后引诱他过来，引诱他过来。一堆人在围殴我，救命啊！小，他被我定住了，我刚刚用技能嘞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。救命啊！好帅哦！你有带给西来吗？哇！闪闪长大了。还有一只哦。我稿子。正面。资源。解决。来，我看妙啊，花妙啊，好，后面还有只，我来，又来，不会痛，还好，来，另外边，阿斯挖开了没啊？都不会痛啊，阿斯挖开了没？没法挖，他们全部在追我，阿斯挖开了没？他们看得到我，哈哈哈哈哈哈，看见了，哇，哈哈哈哈哈，大家都可以挖，炮火集中器，哇，他们又来了。它里面是那个石头，你不是多了一只皮卡丘？表层里面可以交给我。这是每个人在打你耶！哎呦，不要啦！哎呦，里面木头。等一下，哎呦，哦哦，哎呦，绿色的来了！差点挂掉，差点挂掉！啊，挖挖挖！我们家里是不是要？糟糕！没关系，我回家。你先在里面，我要先回家了。我不洗个，我不洗个，有干掉，都解决了，红队解决了。我要来学技能了，这次我要学的技能是。他说我要四等欸，什么意思？现在技能是角色熟练度才能学。角色、啊、所以我要多玩几次之后才能够学。没错。我都不能够学这些技能。对。我干掉绿色。什么？至少有技能可以用啊。对啊，只有一开始。哦，我觉得这样子不是很好欸。这样子不是很优秀呢。我不喜欢。只剩绿队了。所以我只能够继续搔首弄姿咯。你有用过那个烧头弄？有啊有啊，直接把人家定住欸，别人就像是中了 bug 一样，没有办法动弹，就像是还记得我们第一次玩这款游戏的时候，你卡在地板上吗？他就是那种感觉，还蛮强的欸。一九，好了，我也换一把比较好的武器了。我家里都是陷阱欸，我们就从那个左边的高级球岛直接过去啊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有不到，有，我这边也有好几颗，酷欸，好冷却，好酷哦，换我。好像其实到了，是不是？好像到了的感觉，我觉得可以高一点，不宽一点，有点危险。这个，我放了一个陷阱，冷却中，怕别人如果在追我们的时候可以跑回来。我可以直接定住他。我放一个，有，我可以再放一个。哎呦，我的高的过去，高的过去，哇，地鼠攻击，地鼠攻击，很高很高。我把洞补好。怎么样？要去吗？要去吗？我的地鼠走歪了，走歪。来喽，去把机动鸟上楼，各位！哇，不好了！我再扑一个，上，各位！没路哎，干掉了！完全干掉了！机动鸟好强啊！好强！我想玩一下技能，砍他们！好，他们是不是剩下两只卡迷龟啊？92%，来，97%，慢打，加紧挖一下！我觉得他们要掉了。身体撞击。OK， 等一下可以直接打。好。你是要去哪？想跑。跑掉了。炸他！我炸到吗？有，我炸到了。吓死了！过来了。Hello。身体撞击。为什么都没有累积到啊？我的腐妹嘞！给他们看看我的腐妹好吗？又来！我可以用技能，我可以用技能了。可以让我用个技能吗？让我用个技能，我定住他们试试看好吗？好，你们都先不要打，我要定住咯。好，定了，有吗？哇，好强哦！怎么就这样子跳掉了？吓
地主过去跟那卡比都过去给他很大的压力，拿到一胜嘞、欸！哎、欸，我不想要当水精灵啊，我在一场好不好？我、哦、到了，到了，到了！风舞，我还没有到、哦、终点了耶！不，终点应该是黑的，再加油一次！哇，卡比兽，你的颜色是白，哎、欸，好适合哦，好适合哦，真的。闪闪直接摔，闪闪雷，闪闪是招 K 队，哇，这是原色哎、欸，不要激我、啊，你们这些小家伙、欸，他真的是原色，你注意看他的蓝色，我旁边只有你好不好？你注意看，我好多宝贝熊，注意看卡比兽的蓝色，他那个蓝色跟我们的蓝色有点不太一样哎、欸，对，好像是卡比兽的颜色，对，原始的颜色，什么 yellow 已经爆炸了，哎、欸、，yellow 已经爆炸嘞、欸，哎、欸，怎么快？怎么快？我不知道。可能看到卡比兽吧、啊？卡比兽吓坏了吗？对啊，来保护家里，要不要换个人保护啦？每次都是我在干这种苦差事。好、哦，我来帮，我来帮。是你都已经盖了。对，我这种人就是嘴巴念念，然后一边做一边念。再把它盖厚一点好了。空间到喽。爱做又爱念。你起来没等？我再，我再买，多买一点好了。尽管拿，我觉得你把家里所有的球啊，全部通通拿来买这个东西哦。你们就地主吗？不是不是不是，来盖房子，不错、欸。制胜关键就靠地主。对呀、啊，地主真的好好玩哦。来，哎、高级球捡到了，这样子够厚了吧？应该是够了。那再来买个武器好了。哎、欸，话说有升级糖果了吧？还没还没。那先回来先。两边都有到了吗？好了，应该可以到。哦，两位都到了。欸、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哎、欸，啊，你升级了跟我讲一声哦、喔欸。你放进去了，欸、不够哎、欸。闪闪回来，闪闪，这有三颗。闪闪，哦，绿色绿色绿色两只，中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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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加油叫两只可以啦、啊。你叫了也不会有人来帮你好不好？叫那么大声。那你放进去。好，两只你还可以的、啊。升级了，闪闪，让我来升。好，升了吗？我只是140多公斤而已啊。上一场不是只有130，怎么突然增加10公斤了？好了，我也来中间了。他好像想来耶。捉他，捉他，草叶而已。小心哦，小心哦，他从侧边哦。哎，我也啊，我也想。闪闪，哎，不是闪闪，是那个。我在这。哦，没事，刚刚以为是掉的是闪闪。捉他，捉他。我有放四颗星过去哦。哎、欸，下去了。跳楼了，跳楼了。我们一步系列的可以先进化。这里面，哇，帅耶！我这边有两颗。哦下面还有几秒啊！可以进化，可以进化了，可以进化了吗？好，那我先回去了。是不是先抽运气会比较糟啊？我们是蓝色嘛，对不对？嗯，那就是水，水水水啊！不要再让我当闪蜥蜴了，我想要当月精灵。黄队那边拿资源，爆本集气，月精灵，月精灵，来快来，我来见证月精灵，水精灵，水精灵，揍你哦！来喽，进化哦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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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靠呀！这是陕西裔的名啊！这么多种情况，陕西我就说了吧。哎，蛇王的眼睛很可爱啊！一步七七四十九种变化，这就够变成就是。哦呀，水精灵也不错啊，你为什么要嫌弃他？对呀，为什么嫌弃他？对呀，觉得好烦躁哦。啊，加 CP 很高哎。等一下，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，我来帮你。家里闹空城了，有了。家里闹空城，谁？对啊，绿队吗？对啊，真的、啊。你敲掉了吗？来掉啊！啊，我也去。我也来了，我也来了，我也去。啊，有人，有人。去去了。啊，哎，我们小心哦、喔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你后面还有人，你后面还有人，来帮你。水一步去了，交给水一步，交给我。干掉一只，干掉一只。有剩一只，那一只跑去哪了？不知道哎。在，不见了。我们的武器盒子可以附魔啊！啊，对哈，我去用、啊。还有一只在中间，我看见了，是一只菊草叶。他人去中间一趟，他家的家人就全灭了。我知道，就像是佐助一样。等一下哦，他在跟红队打。我们需要更多的地鼠。干掉红队了，跟他相中，跟他相中哦。小快打他，我要开他们家箱子。我先回家好了。你开箱，来。哦，我们是蓝色，对不对？开箱，是蓝色、啊，什么都没有，烂透的。先把一些资源丢进去。哎、欸，这场也太快了吧！有的有的。
我看看可以买啥。现在你在那边玩啊？对啊。阿里嘎多，闪闪。嗨。看好。大石球的陷阱。看看买什么啊？还有什么东西好玩啊？地鼠啊。地鼠。哈哈哈哈哈。地鼠。只剩下地鼠可以玩了，对不对？看看，像红队嘛，对不对？有些人去换个陷阱，好不好？来陷阱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！哇，雷精灵！为什么？想都不一样。为什么？哇！哎呀，我们好可爱。我们是不是有一集可以？我们是不是有一集可以来组个伊布战队啊？应该是还蛮可爱的哈，不觉得吗？是哦。对啊，对啊。宝宝觉得怎么样？有很多陷阱，我有四种陷阱啊。那我也来换一些陷阱好了，我来换个。这个陷阱，四种陷阱，六个地鼠，太多了吧？你买太多了。没事，好了，我只有一个陷阱，走吧，我们去找他们玩。我们走那个、啊、高级球岛，直接过去。左还右的？右的啊。好，来就来了。扑一扑，说真的盖得好快哦。对啊，盖得很快，只是就是他有时候不知道为什么会有点 bug 的，我得不出去。盖高一点点好了，这样子可能会比较好，叫他出去。有了有了，出去一个。你可以让我一只玩吗？我要一只地鼠。你可以在旁边啊，你又盖高啊，盖高过去、啊。你后面，你后面，你后面，小心哦，小心哦。哎、欸，这个好强啊！哎、欸，你断，你断了。再叫另外一只。你刚有什么奇怪啊？你再叫另外一只。你有吗？我没有啊，我刚刚问你可不可以借我一只。彩彩扔，好好啊。我扔出来，我扔出来，我扔两个给你。给、欸、他们来了。哇！哦、我先退，我先退，吓死人了。地鼠，出去！给我扔的地鼠到他们家。天啊，地鼠到他们家！我到他们家、欸。这样怎么盖啊？这样怎么？在他们家放各种陷阱。你们等等。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陷阱是怎么用？哎、欸，小后面有通过，他应该踩到陷阱。很多人，很多人。哦、哇！被炸起来了！爆炸陷阱！哇！给他一次！吓一跳！吓一跳！他往回头看，哎、欸，发生什么事了？那还是两个陷阱。你们看我前面，炸开了！先不要！我要放陷阱，他们人在哪？哎、欸，我先有陷阱，他不过来。哎、欸，也太难中了吧！过来！要过来这个地方。他们用肉体在挡那个。不要碰！他这是卡住陷阱。他有踩到啊！等一下，我要抚媚他，我要抚媚他，抚媚。轻松，肉身在挡啊！你看我抚媚他，他动不了了。小心砍到就。帮保护。不假了。我再炸一个。哇，炸到了！哇，炸掉了！怎么炸掉了？他炸不掉了，是不知道谁打到的。是我刚刚往旁边，他就爆了。可爱的，哇！可怜的一只小火龙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们看着他，不要动，看着他，盯着他，打我！我追他走。好，我来打他。你想去打？跑了。他盯住了，在顶呢。他被鬼鬼迷惑了哎。今天这集阿文手差不多该按到这了，我就是一个水精灵的命啊，好不好？如果宝宝们想要看到伊布战队的话，别忘了可以留下大大的喜欢，让我知道，我们来突破个一万个喜欢。要是突破一万喜欢，我们就试着组一支伊布战队玩给宝宝看。那么我们下期再见喽 ，See you guys， 拜拜。